这么晚了，你过来，听听怎么睡。这么可怕，这的确没法睡。是你同意他住进来的。 你得负责。怎么负责？你说怎么办吧。 房间只有一张床，那你就陪我干坐着，我睡不着，你也别想睡。怎么不讲道理啊？就这样干坐着。那你还想干嘛？我想睡觉啊。我的意思是，要不要弄一些吃的、喝的、聊聊天什么的？没心情，你明天就把苏子峰给我赶出去。 这不好吧？人家这次专门来大东村拍摄的。那以后，他一把我吵醒，我就来你房间找你，大家都别睡。你怎么这么霸道啊？我想想办法啊。先睡会儿，我想一想。我先。 再想想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想想，你是在梦里想吗？哎，你想到没？程小满，程小满。 这么大力气。
人呢？他不在，我终于可以把他登上床了。什么？喂，你怎么在我床上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这下说不清了。我先起来了，你再睡会儿，被你妈看到不好。为什么从小满的房间里出来？这还得感谢你，昨天把我给赶出来。你昨天睡在小满的房间？你俩不会，你俩干嘛了？昨天？告诉我你干嘛了？昨天，兄弟，兄弟。您的快递，请您签收。快递，谢谢。谢谢。相机，我没买啊。还真不错。你相机不是坏了吗？这是我赞助给你的。这么贵重的东西。你说送就送啊！现在有了机器，可以开始拍摄了吧？拍不了，这天气太阴暗了，光不好，拍不了。这光怎么就不好了？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你是外行，不懂里面的门道。这看着好像差不多吧，但其实天差地别，这会大大影响我拍摄的质感。那你说什么时候能拍？得看天气的造化了。但是好的天气难得一遇。我看你啊，就是想赖在大东村不走了。是又怎么样？你哇，好美呀，这里。这边。子枫说他马上要离开大东村了，想要找点灵感，我就带他来这里了。阴魂不散。哦，哇，小满，这些都是你自己种的吗？对啊，这些全部都是。最近都是林宪帮着我一起打理的。以后我也可以帮你一起打理。
怎么了？不是说好这里是我们的秘密吗？怎么谁都能来？人家就是想找点灵感，我也没有理由拒绝呀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回去干活了，走。你稍微笑一笑，你稍微笑一笑。哎呀，干活有什么好拍的？小满，嗯，你看我这样浇水够吗？我看看，再来点吧，再来点就差不多够了。好。喂，你干嘛呀？你不帮忙，别在这捣乱好吗？怎么了？我劝你善良点儿。爸，你没完了是吧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就是故意的。讨厌的。哎呀！我差点忘了，还得去江浩那儿拉化肥呢。林羡，你去吧。那拍照的，你这么闲，跟我拉化肥去。我没时间，我跟这儿拍照呢。那小曼，你跟我去吧。哦，好。啊，没事。走吧。不就是拉化肥吗？小意思。快点啊！小心你的手啊！哎，哎，哎，动！小心你的手！呀，哎，哎，这么大块头，这么没用。来，慢点啊！你别小瞧人。Wait a moment. 大摄影师，干不了这些粗活就别干了吧。小意思。哎，稳着点啊。别动，坐好。你让我开，我就一个。忽然间回想起